嗨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我是金默默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勋。那今天呢，那算是 Vlog 吗？应该算是 Vlog 接那个 Q&A 吧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旁边跟着万医生呢，那万医生，好，万医生呢，接着去订阅桃。那我们的话，我们要先去弟妹的再睡五分钟。我们抵达再睡五分钟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要到的时候正在排队，真的生意蛮兴隆的。应该是弟妹的关系，所以才比较多人来购买吧。那在排队期间呢，我们就用缩食的方式吧。Let's go。四季春，女神要帮外小麦均匀的再做一右。好，谢谢。四季春喝之前还是摇晃一下再做一右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好了，我们买到我们的再次五分钟饮料了。那我买的是全糖女神，全糖女神。然后再来是四季春，那这杯那我们边喝我们全场女神，然后边做我们 Q&A 吧。那万医生帮我念一下我们的第一题吧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请问你未来有什么想法？我的未来想法就是未来不读大学，就是直接做我的 YT 吧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题。第二题，请问你创工作室后，你会当全职游戏 YT 吗？全职游戏 YT 哦，当然会。下一题。第三题，如何认识星辰的？如何认识星辰呢？就是看看 YT 的随便搜一搜，搜到了吧。好，那下一题。第四题，有缺剪辑师吗？剪辑师哦，目前不缺。什么时候破1000订阅呢？什么时候破1000哦？今年底。喵喵。那我这边也不只有一部，那万医生那边的话也有一部，我跟他拍的一部影片哦。特别感谢万医生、万医生。以及正在收看的你们。